此项大奖由全国汽车记者协会举办，由其属下记者收集的超过四万份数据进行评比。本田雅阁房车勇夺殊荣，而最佳实用车型的大奖则由现代车企的 Santa Fe 获得。对于本田雅阁房车荣登宝座，该公司的主席在接受奖项的时候表示，感谢公司工程人员的贡献与付出。该奖项每年都会在多伦多国际车展之前公布。 第四世界国际车展将于明天在市中心的多伦多会展中心举行。今年有大约一千辆车参展，其中有四十款新车是首次亮相。